其实醒的稍微有点早啊，还差最后一针，原本麻沸吗？那我再昏过去一会儿。那我继续了啊，你忍着点。刀刃扎进去不到2公分，这下手的一看就是个外行。你这脏器、隔膜、血管都没事，你昏迷也不是因为失血过多，估计是因为忍痛。 和精神紧张，导致的血氧量太低。我说秦警官，你这脑袋，可是我修修补补过的。虽然现在看上去一切 OK， 但是颅压，你真得随时小心颅压升高。有你，我就不担心了。好了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哎哎哎，别动，小心伤口崩开。 破伤风针已经打过了啊，大概1到2个礼拜就可以拆线。不过，你最好每隔2天就来换一次药，防止伤口感染。这个小伤对你们干刑警的来说，虽然不是什么，也不影响你行动。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是硬汉，但是啊，拆线之前。 最好还是别做大幅度的动作。早晚各4片。好了，肖老师，下周三晚上有个演唱会，哎，就是那个美国的老歌星，你知道的，叫什么来着？你要是有机会，不妨给他介绍一下院里的耳鼻喉专家，看他的声带有没有修复的办法，也省得他复出的时候。 到处假唱，谢谢你能来。那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秦队，凡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杀人也一样。虽然你个人的选择我无权干涉，但这么纵容下去，你很有可能以生命为代价培养出一名优秀的杀人犯。 你说，我知道是你干的。你设计了他们所有人，不仅包括程曦他们，你连自己人都不放过，真他妈够狠的。这事儿没完呢。姓秦的，出来混，就甭想善始善终。你是谁？ 要不是今天上午这个保险公司主动找到咱们，咱们根本就查不出来。这是20年前他们家买的一份家庭意外保险。根据上面的细则来看呢，家族成员的4个人都是投保人，又都是受益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们家庭成员的这4个人里面，如果有一个或者是多个意外死亡了，那么剩下的活着的人就会成为这个受益人，来平分这个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个保险金。 就是说，那都死了，就是第一顺位人呗。对啊，父母、配偶、子女这样。
那就剩郑鑫了。但你不是说郑鑫不可能有杀人嫌疑吗？你第一个就排除他。是啊，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郑鑫是唯一有可能在这起灭门惨案里头受益的人。他杀不了那四个大人，他可以雇人杀人。我就顺口一说，别这么看我。不是，你吃腮帮子上。哦，对了，我联系上那个吴小云的那个外遇了，啊，也是个医生，也是医生，嗯，有地址吗？有。我和吴小云没有任何关系，发生这种事很不幸，但我帮不了你。案发那天你在哪儿啊？在家还能在？有人能证实吗？当然，我老婆孩子都可以。我说你们不要太过分啊。我不想因为这件事牵扯到我的家人。你要是没干亏心事儿，就不怕被牵扯。我是什么都没做，还不是一样被他们从眼科副主任挤兑到卫生所来了吗？什么意思？郑家势力大，在行业内打压像我这种小角色还不轻而易举。十多年前我就说得很清楚，我没有睡过吴小云，跟那个孩子也没有半点关系，有用吗？他们还是一样宁错杀不放过。你们家里人知道这些纠纷吗？监出富人口，我花了好多年才让我的家人安定下来。是，我是恨郑家那些人，但我没杀他，所以要请你们不要因为这件事再去找我的家人。他叫郑鑫。什么？我说吴小云的孩子叫郑鑫。鑫就是三个金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不是怀疑你跟吴小云有关系吗？就因为这个点，所以吴小云是天天挨打，这孩子也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。你说这事跟你没关系？反正他们都死了，郑家的产业也够那孩子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。您还真别以为说这孩子叫三个金他就有钱，他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到。因为老郑家聪明啊，老郑家把所有的财产都做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基金转托，殚精竭虑吧。你也不容易，头发都白了。我提醒你啊，郑家有没有带郑鑫去做过亲子鉴定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以现在的科学技术，只需要带他去做个简单的 DNA 测试，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就一目了然了。哎，您是医生，我估计让您分辨一个真假虫草太容易了。我们是警察，让我们做一个 DNA 检测也太容易了。这事又能怎么样？你们他们出去看看，外面有多少人在搞破鞋，干嘛非要从我裤裆里出事啊？我读医学院花了五年，又做了三年的实习医生，好不容易一步一步混出头来，就因为我可能睡了个女人，啊，可能睡了个女人。也就是说，你承认了，对吧？走了。这个不公平。知道不公平就好。不是，您千万别被这小子怂样给骗了。越是他这种人，做事越没底线。你想想，他这一辈子都毁在这事儿上了，所以他这复仇动机完全是成立的。嗯。所以你觉得他就是先杀了郑天伦夫妇，还有郑芳，然后再打算强奸吴小云？有可能啊，他想跟着吴小云和好，然后人家不答应。言语上可能激怒他了，他就玩硬的呗。他情绪这么激烈，还能躲开所有监控，一进一出的，没留下任何足迹和指纹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停车。
秦队，您可是涉案人，按照规定，咱们支队上下没有人能进入案发现场的。秦队，秦队，受伤之后，好像我的记忆力出了点问题。但是印象中你也是我们中队的。714那天幸亏你没来，你来，肯定也是死。秦队，今天晚上是什么行动？没什么行动。你就早去早回，注意安全啊！你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我自己走。同志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秦队，秦队，按规定您不能进去。将罪犯绳之以法，还是为了我那五个出生入死的弟兄。我叫陈蕊。幸会。如果下次能得手，我希望你知道是谁杀的你。晨曦，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哥。别老追着我呀！这案子我不了解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别找我，你找我也没有用，我不了解，我没法跟你签这个字儿。您是队长，你行了，你就别跟我这对付了啊！哎，秦队来了，要签字找秦队啊，你帮他办一下。秦队，
我是真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据传史丹如了，最起码应该派人去走访他的工作单位和他讲。我就觉得吧，反正那个什么，哎，您这手怎么了？现在还在太平间吗？哎，秦队，验尸的情况都在报告里写明了，我再跟您口头汇报一下。被害人的指甲我们都仔细的清理过，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作为线索的血迹、毛发或是 DNA 残留。瘀伤主要集中在两臂，尤其是两臂的外侧，符合防卫伤的特征。如果这是防卫伤，他们一定有过搏斗。可他手上没有发现任何的痕迹，所以呢？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可以试试，要不然给胡队打个电话问问他是什么想法。打吧。我打呀，他也不能听我的呀。我什么时候让你给胡队打电话了？既然我们给保险公司挽回了这么大的损失，让他们做一些人道性的安抚无可厚非吧。行，不是强制性的，只是建议。一直以为，像这样的凶案，必须要有足够的仇恨为动机。姐们，贱货生的孩子野种，我告诉你，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，想都别想。我杀了你！你笨什么你？哎，有种往这儿上！杀不了我就弄死你，永远都是贱货！我今天弄死你！年复一年。日积月累的怨恨，显然我猜中了一半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另一半居然是恨的反面。与史丹如不同的是，吴晓云甚至没有选择苟活的权利。哟，怎么了？魂儿没了？又想哪个野男人了？狗改不了吃屎。而且，一旦开始，就再也不可能回头。哎呀，又把什么打碎了？哎呀！
秦队，她身上的伤是被她老公打的也就算了，可是她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把犯罪现场布置的这么滴水不漏啊？工作。工作。吴小云在我们单位工作过，因为是学化工专业的，所以在我们这儿做过3年的毒物鉴定。她以前干过的工作。缝隙那么多，他怎么可能完全擦干净呢？他就只是把血迹简单的擦干净，然后他针对的不是血迹，而是我们一定会喷洒的发光胺，人体组织液和发光胺的反应，用紫光灯其实一照就能照出来，但是我们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抗氧化剂，我们之前的技术手段被他干扰，所以我们的侦破方向也被他误导，所以发光胺被他喷的抗氧化剂干扰了。这么说，经过处理之后，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布置现场了。就是说，吴小云留下的这条血足印是他故意留下来的。他清楚，这个家没有一分钱能留给他这个儿子。但是犯罪啊，必留痕。他还是没有把所有的痕迹都抹掉。您是说血衣？秦队，下水道里搜到了带有几个被害人血迹的衣服碎片，凶器也找到了。安排好这一切，他就……不管他是可怜呀还是狡猾，这当妈的算够格的。要是全家被杀，又找不到凶手，郑家财产就算没戏了。但是呢，这保险理赔的钱足够养活他儿子后半辈子。说起这事儿啊，保险公司这次做的还不错，好像是市局跟他们协调过。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和保险条款，吴小云虽然丧失了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双重身份，但另外3个人的保险理赔还是有的。哎，秦队，我就说你行，照这么下去，咱们支队天天开表彰会，不是梦。嘿姐，小郭，你们秦队呢？秦队，恭喜你又破案了。我听说
你回过714现场。我没进去。我也是刚被带进去看过，才知道邱老师在里面还原了现场。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个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应该进去看看。的确有疑点。所以你们邱老师才会咬住不放吗？秦队，那再联系吧。秦队，真不好意思，之前对您态度不好，也非常感谢您能查明真相。你们找我是要？警官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？秦队，是这样的，能不能帮这个孩子做个亲子鉴定？我之前还一直特别奇怪，既然这个事情对于他们家来讲这么重要，那为什么郑芳也好，吴小云也好，他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来做呢？面子问题吧。就是说，不管什么结果，他们都……对，只要提出鉴定申请，这件事情就在医疗系统内传开了。好好活，小伙子，为了你妈妈。你要做 DNA 比对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郑鑫既是受害人的家属，也是凶手的家属，这孩子挺可怜的，所以他能提出这个请求，我觉得不为过吧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检测的结果证实他不是郑邦的儿子，这个孩子有可能会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，那么事情发展到什么结果我不得而知，但是不容置疑的是，史丹如费尽心机保护他自己的小家庭，肯定就完蛋了。直觉上，你倾向他是谁的孩子？我相信你们的鉴定结果。不过我很好奇，就算是要申请检验，也应该直接把这个交到技术科，为什么要拿给我？他必须死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其实可以伪装成郑家三个人被杀，然后他和他儿子幸存是吗？对呀，都做到这么天衣无缝了，干嘛不试一试呢？能理解，我能理解。没有被噩梦纠缠过的人，无法理解这种痛苦。它会让你辨不清自己的样子，甚至失去希望。对那个女人而言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噩梦，而她很清楚，这个梦不会醒。情人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噩梦中承受痛苦，
却还要用这种痛苦去互相折磨。他犯下的罪行，也许恰恰解脱了所有人。最后，他选择了死亡，用离开现实世界的方式，去摆脱噩梦。不像我，活在这个世界里，继续等待噩梦的降临。京港市公安局督察处督察邱东阳警官就714枪击案调查进行询问，询问对象京港市公安局西关分局刑侦支队陆明佳警官，记录由督察助理冯潇担任，时间是10月22号上午9点17分。陆明佳警官，请你先说一下，在7月14号当时你的任职是什么？西关支队探组警员。7月14号当天你是否在岗？在。那你谈一下你当天的工作状况。早上8点多的时候，我来到支队。那么下午2点到9点之间，你在办公室做了什么？陆明佳警官，7月14号下午2点到9点，你在办公室的工作是什么？扫雷。不光7月14号，自打我从警校毕业，从事刑警6年以来，我每天重复最多的工作就是玩扫雷和蜘蛛纸牌。这一切不就是因为我是陆正刚的儿子吗？好，你继续。直到7点多，突然旅队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让我9点出发去9号院，把一个东西取回来。9号院？那是我们支队备案的两个安全屋之一，在中市口南大街4排9号。怎么去的？我打车去的。队里为什么没有给你派车？我去车队问了，除了被其他探组开走的，只剩2辆，说是旅队用来出行动用的。什么行动？我哪知道呀。那你在离开支队之前还见过你们支队的其他人或者支队长吗？我从车队出来的时候刚好跟他们碰了一个面。你和他们交谈过吗？我当时问秦队，我说咱们是出什么任务呀？他怎么回答？秦队，咱们今天晚上是什么行动啊？没什么行动，你就早去早回，注意安全啊。就这些？再有就是旅队让我去枪库领了一把枪。为什么？可能是为了运送过程的安全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的9号院？9点20吧。什么时候从9号院离开的？大概3分钟之后。你往回搬的是什么东西？2个包。你检查过这2个包里面都装了什么吗？我大概看了一下，里面有1个笔记本电脑，6个步话机，几个辣椒喷雾，还有几根甩棍，剩下的就是基本案卷了。这些都是我们支队的屋顶漏水，暂时放在那儿保管的东西。你把他们运回支队的时间是？10点左右。
运送过程中发生过什么异常情况吗？没有，没有任何异常情况。喂，你小子又惹什么麻烦了？我给人家摩托车给蹭花了，他们正追我呢。那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莲花路桥下。你有这功夫，你都打电话报警了，你跟我说干什么呀？不是，你不就是警察吗？啊，哎，大哥，大哥。喂。哎，刘明。从距离上看，九号院离支队并不远，但你一去一回，用了将近两个小时。那天确实有点堵车。来，师傅啊！没钱，没钱！住手！住手！你干嘛的？有你事吗？没事，滚蛋！陆哥，就是他们。这小子传的人啊，给了你！别动！警察！对对对，你们别乱来啊！我陆哥可是警察。起来。别装警察吓唬人！放开你！放开你！哎呦我去，真是警察！快走，走！你说那两包东西里有一些案卷，那你知道里边具体是什么案卷吗？这我可不知道。那你清点过里边一共有几本案卷吗？没有，但是把案卷送过来的时候，内勤是清点过的。没有遗失。如果案卷丢了，这可是大事儿，那承办组的探员会跟我拼命的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自始至终这两个包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。陆哥，那边有个垃圾箱，里边有两个黑色的手提袋，你拿过来。得嘞。陆哥，别来来了。陆哥，你早点把腰里家伙亮出来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在干什么呀？我这不遇到麻烦了吗？那我肯定得找警察呀。陆哥，你不就警察吗？我是警察，我是抓犯人的，我陪你这儿打流氓啊！你别以为我总在你们家串儿吧吃饭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陆哥，你别动！啊！回队以后，内勤收了东西，我做了登记，然后去枪库把枪还了，就这些。然后你就回家了？没有，10:16我们队的警报就响了，据说是紧急通讯频道被打开了，要求我们全队紧急集结备勤。在之后发生的事儿，你们就都知道了。以上回答是否属实？属实。请你核对一下我的笔录内容，如果内容无误，可以签个字了。辛苦了，小陆。调查会一直跟进的。事实究竟如何，自然会有说法的。
界又活了一遍，被记忆迷了眼，还是他在变，梦见熟悉的脸，来自陌生的从前，有个真心的我对过去说抱歉，那难过的事在心里又撕一遍，请学会提前悼念将失去的每个瞬间，在时间转一圈能纠正多少誓言，这个我是谁，是否只比昨天老一点。